给你们推荐一款果蔬萃元气减餐，这个是平均一包是108克的啊，这个是小包装小袋装的，赶紧打开。也是12种果蔬，这个是一包的量啊，这个红枣特别少，让我吃的就剩2袋了。看人家这个果蔬萃，可以啊。这款果蔬萃比较合适啊，它里面那个红枣不是特别多，如果不想要太多的红枣，你就可以拍这款啊。我现在这一小盘是一袋半的量，这是猕猴桃，哎，很少有果蔬萃里面带这个的香菇、菠萝蜜，这也少见。香蕉片，胡萝卜，这是什么？芋头碎好像是，秋葵，红心萝卜，这还带咸菜的，这好看。